这整个过程的变化，是大概是在台湾的一般的佛教界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的。花果山，它不忘记本地的传承，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观音的道场。我们从事佛像雕刻的人会觉得说，能把一尊佛像刻得这么庄严，让大众能够起一个恭敬心出来，会觉得说蛮安慰的。我们在现场禅坐的时候，一不小心抬头或者眼睛一睁开的时候，会发现佛就在眼前。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刻佛像，一直我都觉得是一个我要做好的一个功课，而且也是一个挑战。佛教是公元前500年由释迦牟尼佛所创，他教导世人以理智的思维转迷为悟，超越人间的苦乐，以获得心灵的净化与社会的安定。经历2000多年的流传，佛教的思想与修行方法从印度传遍亚洲，再传至欧美。佛教寺庙都供奉佛像，然而佛教徒并不是把佛像当成偶像去崇拜，而是将佛像视为用来修行与不断提醒自己努力学佛的工具。虽然以佛像作为恭敬礼拜的对象，但其目的是在于开启内心的佛性，同时升起对佛法的信心与弘法的悲心。佛像的表现形式因着时代与环境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特色，佛像的雕塑已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象征之一。法果山是一座观音道场，不只是因为观音信仰受到民间的欢迎，同时因为创办人圣严师父一生修行并教人观音法门而密地及建造此园区，也因为观音菩萨的护佑而得以顺利完成，因此观音菩萨像成为法果山园区的重要精神象征。如何让佛像能够长久保持完好，成为园区佛像雕塑的首要考量。花果山的道场是要上千年的道场，所以我们考虑做的材料一定是能够保存到那么久的。那是我们考虑到很多种，但是最后还是以铜雕的佛像当着花果山的这个佛像。来迎观音铜像的开光启用，正象征着法果山将秉持着千手护持、千眼照见的观音菩萨精神，人人来到此地修行，离苦得乐。来迎观音位于法轮桥畔的朝山步道入口，他的姿势仿佛刚刚从天而降，站立在莲花座上，由坡下仰望来迎观音，容貌栩栩如生。为生动传达来迎寓意，来迎观音的姿态上与一般观音造像不同，它是动态的，脚是一前一后，站在花果山的最源头，就好像是走入人群，欢迎全世界各地的菩萨到花果山这块净土来。它的整个菩萨衣跟整个这个衣裙是往上飘的，有临风飘逸那个感觉。来迎观音胸前的璎珞是用蜀珠纹串联起来的，蜀珠纹下方有一圈比较华丽的图案设计，这三角形图案纹饰的造型可以跟它头顶上的花冠纹饰相互呼应，这种巧妙的设计非常具备现代感。走进大殿，三尊面容相同的大佛显现无比的庄严，大佛两侧以缩小版的三宝佛设计成千佛洞佛龛，匠心独运，别具特色。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佛的脸像应该长得什么样子，
有一天呢，师父又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讲说，2002年底啊，有送了一尊阿处佛啊到山东去，那尊石雕的佛像的头啊，华喜充满，跟华古山的气质非常的相近，那是不是啊，可以用阿处佛的脸像啊，来当作我们大殿佛像的脸像？这个师父一讲啊，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就是很欢喜啊，把我们一个最大的难题解决掉了。瞻仰三宝佛，佛面圆满，双眼向下垂帘，象征戒，佛身线条单纯，两腿结家趺坐的稳定姿态，以及两手的法界定印，即是定的代表。至于慧，就从他的光背中表现出来。三宝佛的周形光背，承袭中国在5世纪到7世纪时代的纹饰，卷草华丽的纹饰和须弥座上下圆浮雕纹饰相呼应，称为唐藻纹或忍冬形纹。佛教的手印象征佛菩萨的愿力与加持，也可以由佛的手印区辨佛的名号。中尊释迦佛的手势是说法印，表示佛正在说法。东方药师佛一手下垂持与愿印，表示佛的慈悲，满足众生祈求的愿望。西方阿弥陀佛双手相叠平放于腿上，结着法界定印，关照了知宇宙人生一切现象。仔细看三尊方形须弥座的12个面，面面都有丰富的台湾本土动植物生态浮雕。正面正中雕有法轮，象征佛在说法时，有情众生和平共处于法果山这片净土，一起平等地听闻佛法，护持佛法和弘扬佛法。师父他要的佛像啊，就是希望能够有本土性的，所以我们的须弥座啊，那个是全世界的首创的特色。三宝佛佛身内各藏装有知名书法家以及信众发心手抄的77卷大圣经典。在大殿佛龛正下方的6公尺深处设有地宫，放置佛教文物，目的是为了保存当代台湾的佛教文化，意味着法果山更续佛法慧命的使命感。从大殿的观景台眺望，户外有一尊灰白色石雕药师佛，十分醒目。药师是比喻能治众生贪嗔痴的医师。药师佛成佛时曾立下12大誓愿，愿除一切众生病苦，令一切众生身心安乐，因此在古佛的四周辟建了药王园，种植各种药草。这尊药师佛是以花岗岩雕刻，造型则是仿北魏云冈石窟大佛，宽扁方圆的面相上有着垂直双肩的大耳，胸肩平坦宽阔，家父坐于竹林和溪畔间，神态安详自在。由接待大厅直上祈愿观音殿，迎面照见垂目含笑的祈愿观音，左手持净瓶，右手随众生演说佛法，仿佛正侧着头倾听众生的悲喜。借着这个观音菩萨的法水啊，让众生的烦恼啊能够借着法水把它洗净，这是祈愿观音呢他慈悲的力量。祈愿观音像是以华严经里所描述的形象来塑作，三层高耸的宝髻，眼眉细长的秀丽五官，简单的璎珞挂饰，腰细围裙，肘悬飘带，有曹衣出水之姿。他的眼睛呢，是大概开2分，
必扎昏，然后向内心关照，就是告诉所有的菩萨啊，就是啊，你应该啊，用你内在的智慧，用佛菩萨的智慧来解决你自己的烦恼的问题。祈愿观音像的后方有流泉匆匆不息地流下来，殿前则有一方池塘清澈见底，这是利用当代的科技营造出来的。尽管观音菩萨倾听每一位众生愿望，拔除世间苦难，但观音菩萨的表情却是平静自在的。祈愿观音是唐宋的造像艺术，开山观音是明清的造像艺术。开山观音所在的公园是园区的最高处，也是正中心点。这一尊观音最初在1987年时是玻璃纤维的塑像，安奉在这座山上的观音殿。1989年，找到圣严法师来此开创法鼓山，圆满了当年圣严法师持诵大悲咒密道场的因缘。开山观音见证了法鼓山筚路蓝缕的创建历程，2004年翻修成铜像，有了千年不坏之身。开山观音坐守莲心位置，四方呈放射性布局的建筑台壁则如一片片的莲花花瓣。传统工艺造像的开山观音秉持明清时代的特色，头戴化佛冠，顶披头巾，垂髻双肩，胸前装饰璎珞，衣袖下上折纹厚重繁复，手持杨柳枝片洒甘露，继续他守护法鼓山以及十方信众的悲愿。禅堂只有在禅坐共修期间才开放，禅堂内的释迦牟尼佛是以缅甸白玉雕刻，造像之初雕刻时林聪慧费时6年亲赴缅甸选石，并住在缅甸山区，切割石头出胚，背脊辛苦。佛像雕刻进行一半，林老师即因病往生，然后由邓善奇、魏永贤、向光华三位雕刻师接续完成。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也觉得是说大家所凝聚的那种共识，还有说所发出来的那种心愿，会大过一切所有技术上面的条件。这件缅甸玉呢，它的材质就是有个最大的特点，它会闪闪的发光。我们在雕刻的时候是保留一部分是比较粗糙面的处理法，因为粗糙的撕裂面可以呈现出这个石头的特性，我们灯光一打的时候会让它呈现出一些亮点出来，那也让这件佛像有一种比较梦幻的味道，那个感觉。这尊释迦牟尼玉佛晶莹洁白，端身正坐，右手解说法印，左手持定印，颈部背后的圆形光轮上雕有莲花，象征光明与智慧。简洁单纯的佛身线条配合禅堂的木质装潢和自然光设计，无声传达着朴实的禅家精神，仿佛佛陀的慈悲、智慧、安定，洗炼每位禅修者的心。那当我面对我佛像的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我能够很如实的去呈现，用一种最宁静、最单纯的方式来呈现。华古山这在照相，让我的感觉是说，他把照相的一个工程把它当成是一个说法的一个方式在呈现。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无论是护持佛像或者塑造佛像，佛法相缘都是常乐我净的喜悦。
世间纷扰何处静，法鼓山上好修行。假日修行何处去，法鼓山上礼观音。进入佛教的道场，只要恭敬地称一句佛号，这一念心，我们就与佛同在，徜徉于佛国净土。法鼓山坐落于滨海公路与阳金公路交汇的一处山坡上，左侧青翠山岭如谷中悬空，俯瞰本山则像大谷纵卧。圣严法师于是引用《妙法莲华经》中所述：“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集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普与大法语，度无量众生。”将此宝地命名为法鼓山，借由弘扬佛法，敲响撼动世界的温厚鼓声，也击出净化尘俗的清澈钟声。法鼓山呢，既然名字叫做法鼓的，什么叫做法鼓？就是弘扬佛法的，就叫法鼓。弘扬佛法就是敲法鼓。这个钟怎么了？我们敲钟，那么敲法华钟，敲法华钟就是代表着一切的佛法，用佛法来拯救我们这个世界。过园区三门，中山位于法印路右方，山路下的法华公园矗立着一口显目的大钟，这口钟看起来线条简洁优美，造型古朴典雅，令人心生庄严，与法鼓山主体建筑群相映相望，象征着法鼓山钟鼓齐鸣，气象万千。法华钟是整部《法华经》的缩影，融合了古今名家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堪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是法鼓山的镇山之宝，也是世界级的艺术创作作品。佛寺的大钟刻字很寻常，刻上整部《法华经典》的并不常见。钟体内外满布凸起的阳刻铸字，是元朝元昊法师所抄写的《法华经》经文，出自西元四世纪鸠摩罗什的一本，全文共69636字。钟内还另刻《大悲咒》一卷，共424字。最后还刻上2005年法鼓山落成，圣严率四众佛子恭祝等字。所有经咒文字加上经题，原始的书写者，当代的书法家，与恭敬铸钟的三宝弟子等，整座法华钟上总共刻有70152个字，排列有序，密而不乱。站在钟楼下，可看到法华钟正面经题《妙法莲华经》五个大大的篆体字，出自台湾书法名家杜忠告的墨迹。我写《妙法莲华经》的五个字啊，介于篆书跟隶书之间，它是汉字哈，由篆书演变到隶书的中间的过渡性的书体。这种字体有一个特色，它就是说
它有一点古典，有一点抽象啊，因为它有带有一点篆书意味，但是它又有一点隶书的，好像就接近楷书了，大家比较容易认识嘛。而且它这种字体比较，我感觉到它是比较庄重、比较庄严、比较浑厚。人类历史上，只有完成于十五世纪初的中国北京永乐大钟，镌刻字数超过法华钟。然而永乐大钟的铸造技术早已失传，后世的钟大多刻龙纹、花草、飞天等吉祥图案，造型也倾向明朝样式的华丽感。2003年，法鼓山捐造团队在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各地遍访铸钟的匠师，耗时一年多的亲自考察、详细评比。师傅主说他要铸造一口钟是25公吨，然后呢上面要刻法华经还有大悲咒，那超过25公吨，大概要27、28等等这样子的吨式的熔炉，到30吨呢、他才有办法一次的把它浇铸完成。但是台湾呢、目前铸钟的工厂是没有这样子的设备，倒是日本它的音色很美，用古代的铸造方法，很传统的古代铸造方法，但是他们觉得要刻这么多字，他们很担心，他们是没有信心的，因为表面上刻这么多字，对声音钟的声音是会有影响的。最初にご依頼いただいた時、その大きさとか重さよりもですね、この7万文字の妙法蓮華経を入れるということの方がはるかに大きな問題でした。日本の盆書の作り方の製法上からいくと、7万文字の文字を入れ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難しい技術なんですね。でそれを全部きちんと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ということを、最初思いました。2004年5月，法鼓山建造团队最后决定委托拥有200多年铸钟经验的日本老子制作所承接重现唐氏范钟风华的历史重任。我们要求他文字他要凸出来2.5 millimeter， 因为我们算过大概这样可以维持上千年，这个字不会浮掉。钟是整体产生震动后传出音波，不仅钟本身的高度、宽度、厚度、内部的曲线会影响音频，钟体刻字的字数多寡、字的大小、厚薄都会对音频产生影响。换钟，因为声音越低的话，它是好像是从大地里面涌出来，很稳重，像龙吟，很稳重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你的心呢是会安定的。接下来铸造字形的工作耗时4个月，先将电脑扫描的字体制成文字木形，再利用特殊泥土压磨，翻制成短侧状的文字砂形，最后烧制成砖形。2005年4月8日，台湾、日本两地同时举行法华法会，铸造法华钟制造顺利，在大众庄严的泛百声中进行最关键的贯铜作业。やっぱり非常に特殊な鐘ですので、朝からドキドキしていたことは思い出しますね。釣り鐘は居継いだりですね、やり直しということは聞かないので、特に法華経の場合はですね、7万文字の文字を埋め込むのにほぼ1年ぐらいかかってやってるわけで、それが本当に何分間の勝負で決まってしまうわけなので。老子制作所的工作人员在两层楼高的法华钟顶端，将25公吨1000度C 的铜水由钟顶灌入，不但要控制高温铜水，在纵横盘错的经文中均匀流泻，填满空隙，又要小心冷却钟体，避免裂痕产生而报废。谨慎地剥下形模后，所有的辛劳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铜铸状态非常令人满意。
我们要做一颗法钟来这个作为我们法鼓山的整体佛法的一个象征。那法华钟呢，慈悲的、智慧的，除了法华经以外，我们这颗钟上面还有这个一卷大悲咒。拜法华钟的时候，就等于我拜了一部法华经，闯一声钟就听到整个的法华经和大悲咒，它是无限的光明的、无限的希望的一个钟。历经一年半，这座令佛教界注目的法华钟终于面世。它融合了青铜、铁、锡等多种合金，高4.5公尺，直径2.64公尺，最大厚度29.6公分，采唐式风格，外形古朴典雅，气势浑厚雄伟。2006年1月，法华钟被迎请回法鼓山了。由于钟体庞大而且沉重，无法事前将安置的钟楼兴建完成，因此当法华钟运回后，接着又是马不停蹄的钟楼施工过程。在众人殷切期盼下，7个月后钟楼终于竣工。2006年12月23日下午，十方信众10000多人参与隆重的法华钟启用大典。叩响第一声钟鸣，法华钟正式启用，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唐式造型的法华钟，和园区极简的建筑外观，以及唐式佛像风格相应，古朴庄重，没有任何繁杂图文，具有宏大力量的经文本身就是主角，不被其他装饰喧宾夺主，更加重钟体本身那股震撼人心的气势与力量。绕到后方抬头端详，在经文围绕中，一幅多宝塔双佛并坐图成了凝聚目光的焦点。双佛并坐在多宝塔中，是唯独法华经里才难得见到的场面。这幅画的典故出自法华经第11品建宝塔品。多宝如来在未成佛之前曾经发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庙塔为听世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因此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将要说妙法莲华经时，多宝如来就成愿力出现于虚空中，并让一半座与释迦牟尼佛。镌刻这幅多宝塔双佛并坐图，如实记载了法华经内容与导归一佛圣的精神。叩响法华钟，至尊的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都将同时护佑受持的众生。除了钟体的讲究，六柱形的法华钟楼也隐含法华精髓。在法华钟楼前是一个分为2个小平台的3段阶梯，拾级而上，庄严神圣的氛围摄受人心。在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反而是回归，它看起来会像是木构架，可这个钟又是出乎意料的大。如果真的用木构造去做的话，不管材料部分，大概取材选材大概就很困难，所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钢构。
钢构的一个结构，但是外面装饰一些木头的一些板块，让它虽然是具有钢结构的承载能力，但是仍然具有一点木结构的表面的温润的质感，所以最后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比较接近那个汉文化体系的钟楼的那种味道。钟楼上挂着书法家曾安田题字的“精中之王”匾额，以及一幅圣严法师所题的对联：“灵山盛会，今犹未散；法华钟鸣，众圣涌现。”巧妙点出法华钟的深度精神，更与法华钟恢宏气势相互辉映。钟楼下方有一座接引法华钟钟声的引钟，以法华钟的造型缩小比例制作。这颗小钟以阴刻方式镌刻圣严法师书写的《法华经》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平时访客可以撞引钟，每撞一次如同诵念一遍普门品，与法华钟相契相应，增生无限功德。法鼓山每年皆在除夕、水陆法会以及缅怀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原籍的法鼓传灯日举行法华钟撞钟仪式。在一年的终结的时候，有这样的钟声来洗涤人心，来除旧布新。108个钟响，一声一声的，好像在一种祝祷，一种呼唤。这些年来，除夕的晚上在法鼓山，都有那么多的信徒从很远的地方，大家聚集在那里。看到这些信众的时候，我会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希望这个仪式能够越做越好，让钟声永远的传下去。除夕撞钟108响，是法鼓山的年度盛典，象征破除众生的108种烦恼。每年都吸引各界众生前来送酒迎新，共闻钟声，共消烦恼。祈愿这样的盛典年年相传，能成为台湾地区的文化活动。各位贵宾，法华钟即将要敲响第108响，让我们随着钟声破除烦恼，拥抱希望。让我们用最虔诚的心迎接新春的到来，迎接幸福。在整个撞钟的过程里，最感人跟最漂亮的是这些师父们在敲钟的时候那样子的默契，还有整个身体的那个律动随着那个钟锤在这样来一来一往中间它带动着我们的呼吸，它在撞击中间所产生出来的钟声像水一样的扩散到整个法鼓山整个山林里头给你一个遥远的一个想象。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钟。闻钟如闻法，闻法如见佛。只要平等礼敬一切人，人人的心地都是有佛常在的道场。奉行佛法并宣扬佛法，以获得生命的大喜悦与大解脱。跟随深远绵延的法音，将佛法的功德普及于娑婆人间，为全世界祝福祈愿。
清早，大冠鸠还有白鹭和往常一样凌空飞翔，山林里多了一些青灰和赭红的颜色。厚实平整的造型，在周遭大片林木的烘托下，显露出朴实、沉稳且宏阔的特质。在一片宁静与安定之中，法鼓山以禅的精神开创足以传世千年的现代佛教建筑。法鼓山位于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坐落在滨海公路与阳金公路交汇的一处山坡上，三面环山，双溪交抱，正面千峰来朝，遥迎翡翠海湾。俯瞰这处山坡的地貌，形状就像一面纵卧的大鼓。于是圣严法师引用《妙法莲华经》中即大法鼓的法语，满心欢喜地命名为法鼓山。这个地方等了我们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了，终于我们法鼓山在这地方啊开始建设。这是最难得的呢，虽然是等了那么久啊，这个地方的土地还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完整，因此呢我们非常爱惜这个地方，希望有硬体的建设啊，把它建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好像从地下长出来的一样，不要破坏了自然的景观。那么这也是我们重视环保重视自然的理念所告诉我们呢秉持的原则。历经16年的筚路蓝缕，2005年10月，世界佛学教育园区落成。园区内分布着几个主要建筑。第一大楼、第二大楼，女僧众居住的女寮、禅堂、教职员宿舍、教育行政大楼，还有南寮。外墙的青斗石与周围林木相映衬，砖红色的二丁挂则浑然近似土壤的颜色，远远观看与四周的景致地形和谐共存。依照圣严法师的构想，法鼓山的建筑外观不超过三种色系，和灰白为主调，以大地的色系与自然景物协调一致，景观采跟自然环境融合的生态工法，在练练处也呈现出包容的开阔气度。简朴实用、容易维护照顾，一直是法鼓山工程建设的原则，力求自然淡泊宁静跟舒适自在。第二大楼的祈愿观音殿是迎接上山参访者的第一站，也是各项修行活动的接待中心。其实是师父给我们引发我们的灵感啊，
因为一直师父提醒我们说是所有东西是以本质为出发，那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整个祈愿观音殿啊是处在一个山坡地的最下方，那我们思考一下是想建议用后方的山坡，那它自然就会有自然光跟排水，所以跟一般的庙宇在供奉佛像跟菩萨的时候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把背后原来传统式是一个墙或者是神灯，我们建议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那个太阳的自然光线就会洒进来，那山坡地因为自然排水就会有水瀑，所以就是利用这个很自然的水景跟自然的光线把那个人贴近宇宙的这种落地的感觉做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到这边来比较容易沉淀，然后也进而可以很平稳跟开心。大自然环境看似恒常，但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如同浪涛一波接着一波，一刻不曾停歇。在祈愿观音殿，我们就好像和观世音菩萨一样，站在这人间海岛上，低眉谛听人间种种波涛之声，永无止息。殿内上方天花板的设计，如同反映阳光照耀下反射出的波光粼粼。观音殿内悬匾所示的入流王所，是一种耳根圆通的观音法门，关心与倾听世间的悲苦，但是又能不执着于世间的生死。观音殿另一精彩处是中庭的一方清澈水塘，圆柱擎着的廊亭围在四周，沿着廊亭绕行水池，只要有一点点风就见到无声变化的种种水波，令人想起宋朝大学者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一方清凉之地，让人自然而然放下心中的烦躁，以清静舒展的心境观赏白云在蓝天中的自由自在。站在殿外景观平台往山下眺望，金山平原与远处山峦在浩浩蓝天之下，视野与心胸顿然开阔起来。位于园区中央的大殿是全山修行弘化中心，外观庄严肃穆，宏伟壮观，四面殿身每面各有十根圆柱围绕，形成走马廊，坚定宽容地迎接每一位有缘接触的访客。花果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当初圣严师父给我们的一个理念啊，就是要低调，哦，那就像好像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知道道场的地方啊，就是要简单嘛，所以我们当初啊做了很多复杂的一些设计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把它剪，哦，就把它剪掉，把那些太多的语汇啊都把它剪掉。那因为你参访的人啊，你越简单的话呢，他心啊才不会有太多的挂碍啊，哦。一般我们知道庙宇啊，很多都是雕梁画栋。可是呢，我们当初的设计呢，圣严师父他就讲到，事实上，也明清建筑才是比较雕梁画栋。那我们都回归到唐宋时代时期呢，事实上那是比较简单的。那譬如说，我们的古代建筑有所谓歇山嘛，啊，哦，那我们的造型还是做歇山，也是四批的，然后也歇山。那是我们的瓦片呢，做的是铜瓦，这个天沟啊是做在后半段。我们制造一些回廊，然后我们在回廊的柱头上呢，创造一些语汇，类似斗拱，简单的那种斗拱。哦，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表示出，虽然我们是以现代的工程技术，可是我们也会制造一些啊，哦，古代的那些语汇，哦，来让我们来感觉到说啊，这个也是一个啊庙宇的建筑。大殿内，同样简单明了的宽阔空间，
令人升起安定的力量。再次以静默与谦敬，领受伟大人格的精神力量，心也跟着开阔起来。哪怕只是刹那宁静，此刻也是与自己的本来面目乍然相遇的契机。这些建筑物线条简洁有力，色彩淡雅，屋檐下简洁的方块线条，一些栏栅，还有格子式的短墙、窗棂，都延续了中国人喜欢有之中还保留无的隔间智慧。葛建物在外观上色调一致，也有整体的协调之美。从建筑的特色可以体会到法鼓山的禅学宗风。法鼓山的建筑之美，不只是从外观去品评，而是参访者出入其中时，在不同空间转折处感受到的沉静与秩序，以及其中的活泼生机。生活处处都是禅，走路时专注脚在走路，步步稳健，脚下处处都是修行好道场。角落的光影变化是空间之美的随机体验，不变的是这里的宁静、安定与祥和。各角落都可以停下脚步，调整自己的呼吸与体验脚处的当下，随时随地享受身心的放松与自在。坐落于大殿旁的禅堂是法鼓山的禅修中心，又名选佛场，意味从自己的烦恼心中选出智慧的心来，是每一个人在选出自己心中的佛。佛法已经是几千年的一种智慧了，在近代才有所谓的环保的概念出来，也是因为当这个大自然的一种反扑，以及一种跟人类的一种物质的一种强害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有了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噬的一种现象出来。所以证严法师引用了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经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证严法师所要传达的，也就是禅宗最中心的一个思想。从这样的概念里头回归到一个自然的状态，最自然无为的一种状态里头，所以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整个一个环境上都必须要能够不干扰到这个禅修的一种行为。那最明显的我们都使用回归到一种自然的材料，像木头啊、石头啊或者竹子等等。另外就是怎么样去塑造一种回归到一种空无的状态所需要的一种宁静的氛围。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空间的设计，我个人觉得它更是一个时间的设计，就是我们人怎么样在一个时间的历程里面去体验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的状态。走出禅堂，换以清净的智慧、无我的心来观世间相，才能分辨出一般人生该做的事、该走的路。走在法鼓山建筑之间，细细体验雨天的洁净、阴天的沉稳，以及晴天的明亮。这广袤园区的兴建与落成，也不过就是让人懂得欣赏人生的晨昏晴雨吧。法鼓山的建筑展现了一种质朴、自然、实用而又大气的禅宗美学。它带给台湾建筑最大的启发是，心灵品质的提升才是建筑最高的理想。当夕阳落下，月亮从山后头升起，法鼓山的建筑群仍然不与月光争辉。夜色里，
即使没有明亮的灯火，跟着熟悉的心，我们也能知道方向，找到观音菩萨所在。心地宁静的风光，入眼的都是无限美好。清澈的水总是能带来清凉，听溪、赏水、经行、禅坐，静观生动的万物，溪水不停地流，心却不起波动，累积涓滴成为怨海，法喜源源不绝。法鼓山园区有两条溪流环抱，这两条溪原本是金山乡西势溪的支流。2004年，圣严法师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法印溪以及曹源溪。这两条溪流在法鼓一桥汇流之后，汇集成一条形同九曲三弯的主流，因此命名为龙溪。法印的意思是法的印记。顺着东侧的法印溪往上，经南寮可以抵达教育行政大楼、教职员宿舍和法鼓大学预定地，所流经之地都是修学与传承正法人才的大学院教育场域。而曹源的意思则是曹洞宗源流，相传禅宗的创始者慧能大师弘法之时，住席的广东南华禅寺是临曹溪而住。慧能法师在此地弘扬禅法，直到圆寂。六祖慧能，他本身是一位樵夫，他把柴拿到市场去卖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诵这个《金刚经》。当听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他就有所领悟，因此呢就一心求法。后来呢，他回到广东韶关潮汐这个地方里头呢，他就继续的把这个禅法呢弘扬开来。曹源的命名便是寓意汉传禅法的法脉源深流长，而且源源不绝。沿西侧一路溯曹源溪蜿蜒而上，可以通往女寮、第二大楼和第一大楼，最终可以到达禅堂，宛如逐渐深入禅宗的禅法丛林之中。法印溪、曹源溪原来都只是溪身狭窄的小山涧，2000年的象征台风带来丰沛的雨量，一夜之间把这两条溪冲深冲大，形成现在沛然活泼的两条溪流。而被冲刷而下的大石头后来全成了山上景观的最佳食材。园区的石井、西边的砌石、薄坎等来源都是这些滚落的石头。似乎在法鼓山的故事里面有提到象神台风所带来的灾害，其实我觉得象神台风也向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彻底的破坏性试验，它告诉了我们说哪一些区域段需要做溪流的补强，而哪一些区域段我们不要去做补强也不会有灾害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象征台风之后的灾害做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记录跟规划，而且我们又是采用自然的工法，所以在溪流整治完成之后还是有很多区段它保留了原来的面貌。
秉持自然环保的开山理念，1989年法鼓山创建时，在山坡整地和道路施工同时，也一并整治了园区内的溪流，展开长达14年的护岸工程。自莱岩观音入园后，整治的溪流总长度合计2000公尺，完全采用生态工法，以水流的自然地形施工，不截弯曲直改变河道。而溪旁道路随着溪的流势铺设，因此山上的车道也是一路蜿蜒上山。溪岸和车道之间则用绿篱、花台筑成围护栏。这里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都将随着道场的年代增长，还原山林野溪的本来面目。花费心力整治后的两条清溪，时时刻刻陪伴着山中访客。涓滴是充满生机的活水，来自自然的赐予，回归自然的形态，观览之间不失野趣。这几年来，水影响了我全部的创作。那河水是这样的平静，没有在流动，人生像就是一瞬间，忽然间它涨潮了，它退潮了，像生命的呼吸。我因为感动，因为河水带给我的安静，所以编就了《水月流浪者之歌》这样的舞蹈。上山若水，水呢披泽众生，给大家生命，给大家安慰，给大家提醒。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了法鼓山，你一定要到溪旁走走，倾听那清朗的溪水对你倾诉的话语。淙淙溪水流过心间，一处静谧的心灵花园，或沉思，或阅读，没有尘世的喧嚣，尽情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哪怕只是片刻，却如拥有一切般的满足。即便是小动物们也不例外，珍惜当下，在此怡然自得的觅食、逗留。双溪孕育着无尽的生命，动物们忙着展开追求生命极致之舞，忙着蜕变成新的样貌。全身雪白的中白鹿喜欢安静地边走边寻找它的食物，偶尔和溪里泡澡的水牛相遇，格外令人感受几许农村之乐。蜻蜓、豆娘和细葱一般分布在中海拔干净的水域，7到9月的雨后特别多。大水时，水中生物纷纷往石头堆叠的孔隙间钻，躲在那儿，这里是最安全的藏身洞穴。干净无污染的溪流是招待水生朋友们的五星级饭店，悦耳的虫鸣鸟叫则是山居生活的自然伴奏。终年流水潺潺的双溪，提供人与其他生物多元化的活动空间。俗称野江花的碎花山脉，有着白色蝴蝶般的半化雄蕊，让它有蝴蝶江的美名，带给园区阵阵清香和清凉。在女寮前的双净石后方有一方护生石，收容着施工期间抓到的小鱼、小虾和小蟹。虽然仅是一方小水池，对于身躯微小的无脊椎动物来说，辽阔有如慈悲的海洋。
这里是休憩，也是体会生命韧性的好景点。桃源和法印两栖，水质清澈见底，已经是山上醒目又受欢迎的景观代表。终年流水潺潺，即使气候遇热，也令人常想清凉心。能有这么好的溪流景观，有一群功不可没法鼓山的护持者，自愿认养景观的维护工作。不分大人小孩，他们以实际的护溪、静溪行动，体验生活禅味。漫步园区内两条清溪，有几处景点邀请您驻足亲近。溪流整治工程中，我们保留了原来灌溉用水菌，巧妙地利用菌末的水流和地形落差，造成瀑布。两溪流域已经拥有九处精巧的瀑布景观。南寮前的这段法印溪，特别应用缓坡型固床工法，塑造出庭园溪景的自然美感。更上游的分洪道设施，引导着溪水流入滞洪沉沙池，既能调节水量，同时也清净了溪水。即使只是想单纯的听溪，个中也有禅的领悟。佛教典籍上就记载着一则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听溪而入三昧的故事。憨山大师曾经坐在住处外的独木桥上，听着桥下的溪水声，不知不觉浑然忘我，一切皆寂静无声，从此一切声音均不能扰乱他的心思。水分分秒秒不停地流动，自古令人有逝者如斯的感慨。然而万物静观皆自得，以静的心来观动的水，特别能有所悟。如圣严法师的墨宝所描述，溪声水色都在说法，有声无声，是道非道。溪时可以听溪禅坐，溪畔步道可以赏水经行，练习止观，大好的环境滋润了深入宝山的每一个心灵。《无量易经》中写道，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皆悉能洗诸有垢秽，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佛教中水乃涤净人心苦恼，体现清凉致净的法器，因此大善的观音菩萨总以手持净瓶洒下甘露的法相示人。他具有耳根圆通的法门，声音自然流泻耳内外，却不着于心。慈悲心常在的人就好比水一样，一切生物都需要它，但它还是以柔软的姿态顺自然而行。人人从善如流，人间就有净土。溪声水色都在说法，这趟法鼓山之行，来时的心境或许如逆流而上一般勉为其难，离去时祈愿大众都能心满意足，如顺流而下一般身快骨轻。
静，庄严。来到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举目所见是不受污染干扰的清净，整洁、简朴、节约，珍惜自然资源，是这里的生活态度。心美，一切皆美；心静，触目皆净。以环保理念净化心内与心外，就是美的修行。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经常说，环境污染不离人为，人为不离人心，所以环境保护要从心灵的净化做起，懂得用慈悲心对待众生，用智慧心处理事情，先保护自己的心不受困扰及污染，再推己及人的扩大到对社会、环境、自然与生态的整体关怀。秉持环保理念的落实，圣严法师在创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时，便立下简朴、实用、容易维护照顾等基本方针。在建设工程进行期间，尽量不破坏山林的本来面目，以建物迁就环境的做法为前提，处处思考如何运用自然永续能源，在植栽上也以原生植物为主，保护山上原生态的每一种生物。我们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来自自然；我们口渴的时候啊，饮水来自自然；我们走路的时候啊，每一步都踩在大地之上。大地又如同我们的母亲，承载万物，孕育万物，让我们享用。所以自然环境等于是我们共同的大身体，是一切众生安身立命居住的大家园。我们应该要抱着感恩的心，尊重、维护、珍惜大自然环境，让自然资源永续长存，让我们后代的子孙能够拥有平安、健康、丰富、安乐的家园。佛法就是心法，心灵环保做得好，无论您何时造访法鼓山，当下的景观都是朴实无华的喜悦美景。依循圣严法师的指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的建筑要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原则上我们依据师父的理念，都是随着地形，以原生的土壤或者是石材做成石龙、块石、夹筋等不同的形式，这种柔性的挡土，等到墙面上的植物生长，就与环境融为一体，既美观又安全。去除多余的设计，还原建筑本质之美。这些建筑的屋顶采斜坡式，覆盖铜瓦之外没有任何的装饰物。这些铜瓦会随着时间自然锈化，铜绿的色调越来越与山林环境合一。百年之后，将仿佛由土里长出来一般。为呈现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法鼓山的建筑展现了实用的空间美学，外观简化繁琐，内部则具有多功能的使用规划。例如大殿，除了早晚课之外，还可以举办演讲、法会、念佛、拜忏、大型活动等多样用途。
山上的溪流整治也是尽量利用原有的溪石跟台风冲刷下来的这种大石块，像那个溪流的两侧园区内的这个石井以及溪边所用的这个砌石薄坎等等，都是透过这些就地取材的材料来塑造出很自然的景观，但是也有需要用到少量的那个混凝土来做溪流的整治，那以导流叠水的方式稳定这个溪流，更有利用这个高滩地的做成比较有趣的瀑布的景观来美化环境。园区内的这个地下水是很丰富的，但是要做好引流的工作，这样才能够确保安全，并且利用这个水来作为这个水景跟景观的用水，雨水也可以部分收集起来再利用。像奇缘观音殿的瀑布水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园区内的污水排放为了避免污染到溪水，是经过生物处理以后再排出，这样同时可以达到维持原有生态多样性的目的。在园区立有两组有圣严法师题了字的石头，一组是听溪，一组是赏水，目的就是让我们走到这里可以慢下脚步，欣赏溪流的景色，倾听潺潺的水声，让烦恼被洗刷清净，达到禅修的净化功能，体会到回归心灵环保道场的感受。在华武大学说要移植树木开始啊，就有准备先去调查树种，先把树木的种类分类，然后再来就编号，把树当作跟人是一样的照顾。所以在移植的过程中不截干，就是用做分次的哦断根的方式来移植它。那移植过来以后，大概要照顾三年，除了浇水以外，还要看它的生长状况。如果有树枝枯掉要帮它截枝，我们 不能杀生，所以我们有驱虫的方式。其实以一般园艺公司来讲，移一棵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移了800多棵，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工程，但是我们做到，因为我们用心，做任何事情只要用心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图书资讯馆前的七株雀榕已有百年以上历史，圣严法师将它们命名为七如来。七如来原本位于图资馆的基地上，为了护生，特地将图资馆基地退缩，护持了树的生命。读书之余，抬头就浏览了满眼的绿意，人与自然取得和谐的关系，不因为建筑物而隔绝。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的台湾百合是园区内特别富裕的植栽之一。百合取其因有和平祥和的气氛，正符合法鼓山的理念。法鼓山创办人圣严师父希望山上的环境能够发挥净教的功能，那所以选择比较素雅的，那颜色比较淡的，那最好能够有一点香味。那我们在山上发现原生的百合还有花八仙呢是蛮合适的，所以我们就发动我们的义工来做这个百合的复育的工作还有花八仙。那从2002年开始，大概有经过7-8年的时间那才把百合还有华八仙呢把它种到我们山上整个景观的富裕方面。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如来，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都是如来说法的形态。懂得保护和尊重一草一木，就是佛教徒的自然环保实践。
金山地区有着多雨的气候特色，尤其秋冬两季及梅雨季节降雨最多，善用雨水资源可以有效降低自来水的需求量，也能尽量避免抽取地下水。因此园区内建筑物在斜屋顶的边缘有天沟的设计，利用这些截流沟收集雨水，汇集至雨水除槽，再引水作为冲厕或浇灌周边绿地之用，部分的雨水则导入雨铺满系统进行使用。另一方面，也利用回收的地下水和雨水设计小巧的生态池，水质清澈，能够养活鱼虾。位于双镜室后侧的护生池是适合休憩同时体会生命韧性的景点。草原和法印两条丰沛的清溪，使身上充满生机的活水，弯曲柔美的河道，蕴藏丰富的水生动植物生态，观览之间不失趣味。为了避免污染周边溪流，建造沉沙池过滤污水，使溪水清澈一如往昔。因为我们在还没有开发以前哦，这里都是一片树林啦，然后遇到像台风天那雨水下来的时候，树林会吸收一些水分，然后再慢慢流到溪里面。那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就必须把一些树移掉，改做成我们的公共设施啊，那这样雨水就很快就会被放流到下游来。那为了避免这一下子出来的雨水太大，那所以我们就把雨水把它收纳到这个自容池里面。这个自容池当水满的时候，那个水会从这四个小孔排放出来。那这个小孔的大小规模是有经过设计的，它有一定的排水量，那目的是让水进来之后慢慢的把它排出来，排出来因为流速变慢，那水量变小，那就不会造成下游溪流因为核酸水液爆炸而产生的危害。涓滴可以成河，珍惜与保护水资源，假使有一天山上没有自来水了，还会有地上水、井水、溪水和屋顶雨水可供循环使用，这里的生灵得以持续丰泽的生命。在园区内照明以符合自然、环保、节能、健康四大需求为原则，尽量利用自然光、太阳能以及风力等绿色能源，维系人与自然的交往。建筑无论公共或办公空间，都采用推射窗，全面可开启，通风是一般窗的三倍，随着季节风向调整角度，可将风迎入室内。大开窗设计同时具采光和蓝景效果，俯拾都可以觅得一处和大自然同步呼吸的空间，行止其间给人宁静安定之感，又可尽览宽广的视野，自然感受到修行的气氛。我们的工作场所照明是一般所需的一半，约600至800烛光，非工作的地方例如休息区还有走廊只保留一般所用的1/8，约50至80烛光，因为光线降低了，空间内也自然比其他地方安静，能令人沉淀安定，访客自然会自己降低音量。当夕阳落下，月亮从山后头升起，从高处俯瞰法鼓山的建筑群仍然不与月光争辉，在夜色里不动声色，安安静静的伫立。山上夜间户外景观照明采用的是高效能 LED 路灯，平均照明整个园区，反而不易产生黑暗角落，如月光般柔和安定很宁静的夜间照明，一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言，无垢清净光，普明照世间，我们所需要的光明已经足够。
法鼓山的僧团法师例行不用农药的有机照护植栽方式，全面禁止农药、杀虫剂、除草剂，并以修剪枝加以碎木制作堆肥。园区内全面以自行制作的堆肥料和有机肥料栽培植栽，日常饮食尽量采用当地的食材，减少远距离交通的运输，也是另一种环保减碳的生活方式。为维持自然环境与建筑相互融合，园区内尽量采用生态围篱，以台湾原生灌木植物当作绿色软性围篱，以梧、七里香、树兰等能够幼鸟幼虫的植物是主要的植栽。这一段9公尺高的挡土墙是由石龙所筑成，现在已经自然地从石头缝中长出芦苇、蛇木等植被。因为法鼓山重视生态保育，将环境恢复成几近未开发前的天成模样，开山越久越显得蓬勃朝气、绿意盎然。在我们的环保观音道场里，各种原生动物继续共存共荣，安心繁衍。法鼓山的户外园里没有设置任何垃圾桶，在行止与饮食之间落实资源回收，这是我们邀请上山参访的游客人人响应环保的修行。禅的生活是简单朴实，不破坏不污染我们大自然的环境，同时也不浪费自然环境的资源，而使我们能学习着以少益知足，知足常乐，过着安定清净智慧的生活。禅法就是佛法，佛法是心法，所以我们法鼓山推动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其实都是以心灵环保为核心。心灵环保就是观念的导正，使我们不受到外在环境产生内心的冲击之外，还能以健康的心态面对现实来处理，保持着安定、平静、清楚的状态。所以实践四种环保，就是让我们培养与禅法相应的慈悲心、智慧心。维摩诘经中说，随其心境则佛同境。环保是一种思维，更是生活的方式和态度，是与人相处的态度，也是对待大地环境的一种行动。而心灵环保是这一切的起点，也是根本。在这里，处处蕴藏着环境的无声说法，置身其中，感受禅修的喜悦，回到自己心灵的家。六祖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圣严法师追随太虚大师，对人生佛教的主张，以建设人间净土的精神，创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面积约80甲地的法鼓山，被两条溪流环抱，坐卧于山谷之中。整个园区就依循着山与溪流的走势而规划，在树木与溪流、阳光与小径之中，大自然的优美与安闲被完整保留。欢迎诸位法客以及参学者来到法鼓山。法鼓山是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不是一般烧香拜拜的道场。当初在设计时，创办人圣严师父就希望园区的景观一草一木都能发挥环境教育的功能，因此希望大家在园区的时候啊，尽量能保持静谧，静静地与环境相处，与自己相处，体验一趟净化身心的历程。安坐于朝山步道起点的来迎观音，宛如守候归家游子的母亲一般，迎接每位来到法鼓山教育园区的大众。园区共有数条步道，是深入法鼓山的最佳途径。其实我们所建造的每一个地方是都是一个净教，以环境的教育为主，尤其是华古山是以禅悦经教为主。那我们华古山的禅修有16字真言，我讲一次，大家跟着我念一次：身在哪里，心在哪里，清楚放松。身在哪里，心在哪里，在亲近佛法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是愉快踏实的新开始。我们看这个就有兴趣，看这个树啊，这个花又很美。然后如果是我们看这个佛像啊，真的是太好了，太庄严。那我们的心呢，其实是很容易分散的。那可是如果是那个时候呢，在这种那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身心的状况。我们回到我们现在这个脚步上面在走路的这种情形之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安定的方法。你的心呢，是在你的那个脚步的动作上面去感受你在走路的这个动作，或者是你是整体的感受你的身体是往前移动。进入佛教教育园区的三门上方，悬挂着圣严法师亲自书写的观音道场匾额。观音道场的修行运用的是禅观的方式。观是透过观外境景物来观照自己内心世界的法门，任何的景物动作都可以作为观的对象。观自己的身体动作是不是放松，观自己的心是不是专注，最后连观都忘记了，就是平静无波的境界。用眼睛看是最常用到的观法，观水不停歇的流动，观风在树梢的漫舞，观光影在空间中的泼洒，看着露丝无垢的姿态，看着彩蝶翩翩飞过。观的时候不产生各种好恶喜厌的情绪，不去思考，不给名字，不做比较，身心就容易全然放松，与环境合而为一。法鼓山三面环山，天晴时妩媚青山人见人爱，冬春两季山上经常起雾，有着另一番苍茫之美。虽然山色隐于迷雾之后，用心观物即知山仍在那里，只是一时被迷雾所障。
烦恼就如迷雾，都是暂时的假象。在烦恼的当下，如果能观想自己原本清明的心，自然能摆脱外在环境的扰动，而达到内外皆自在的体悟。用耳朵听，也是容易让心静下来的修观方法。找一处角落静坐，感受道场的安定与清凉，静静地听着顺流而下的溪水，让水声自然流入流出，不知不觉忘掉时间。金山地区多雨，下雨时随遇而安地倾听雨声，当下就是一方禅修净土。凡夫众生总是在烦恼的此岸，求度菩萨清凉的彼岸。禅就是回归自心，明了自己的烦恼心是什么，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然后放下它。禅就是简单、清净、摄心、安心。法鼓山就是众人的如来家，虔诚礼佛、敬佛、学佛，你也能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成为未来的佛。禅修可以让我们练习自己专注，可以让我们能够安定，也可以让我们从复杂的心念慢慢的它会简单化。应无所住，就是在生活里头面对的任何的状况，我们不应该有所执着。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停留在一个地方。那如果是能够做到无所住的时候呢，心的功能是自由自在的。那应该怎么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处理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在生活中在实践这句话。地禅也好，这个行禅也好，还有禅坐也好，可以放松放松身心嘛，一方面觉得是跟佛法更接近，跟我的现在的学佛的心理非常契合。这样的导览方式会让我们觉得其实生活即是修行，像我们吃饭、我们走路、我们睡觉，都可以把那个禅的道理运用进来，比较容易让自己心静下来之后思考很多事情，会比较容易达到我要的效果。法鼓山的建立一路走来步步踏实，佛陀的智慧护佑着我们继续种福、培福、再造福，将这片得自观音因缘的灵山宝地献给众生，作为心灵依归的千年道场。双手合十，将心安置在宁静的山间，人间净土在环境里实现了，也落实在我们心里。禅是要回归到自心，让我们随时随地能观照，明了自己的烦恼心呢，皆是由于妄想执着、挂碍放不下所产生的。
禅事实上是非常简单，而保持清净，摄心安心，心净则国土净，那我们更有智慧的面对环境的时候，不至于产生困扰。心自在，身自在，身心自在，不会自在。因此来到法鼓山如同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欢迎大家常常回来体验不一样的法鼓山。阿弥陀佛。